已故的萧如松老师是新竹地区的重要的客家籍水彩画家，在当地任教了近40年，一丝不苟的教学作风让他的学生们印象深刻。萧先生过人的构图天分与用色技巧也影响着艺术界的晚辈们。为了纪念这位台湾美术贡献者，便将萧如松老师的故居修建成艺术园区，展示了老师生前的画作，也包含了不少文件和器具。作为艺文交流的空间，馆内往往散发着一股雅士的风情，会到这里看展示的民众，或许都像有着艺术工作者般的素养吧。